下一位，会紧张啊，真的会。如果我是选手，我也会紧张，因为我相信今天每一个来的选手一定都有很多的招牌、奖杯等等，但来这个节目，我相信一定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出你的全力，跟这就是街舞的精神出来。没问题，你跳的是。说你不行，你刚刚跳 locking， 因为 locking 是我很专注的东西，所以我希望如果我现在给你这条毛巾了，你 B-boy 很强，但是我希望你做上身也可以很厉害，你做 lock 你可以很让别人觉得哇 B-boy 也可以跳 locking， OK， 加油。真的可以，因为他是能让你感觉到他是真的能够对舞蹈有很多的想法跟观念，还有他的律动 grooving 所有东西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做任何舞种你就觉得他有底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建宁，我是来自河南的吉祥。这次想来 battle 的就是郭建宁，因为我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我遇到他就输过很多次。我听说这次有很多人来挑战我，但是 I don't care， 随你们来，我应战。你好，你叫吉祥，就是我拿过很多，就是中国国内那hip hop 冠军。你在哪里？日本。在日本。哇哦！音乐。我觉得不错，他是我想要的。你最后面会选我吗？会，我们一起拿冠军啊！好，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啊！好的，你真的很强。没有想到他是毫不犹豫的给我，感觉那很强，冬天进了一个暖被窝一样。下一位。我刚才那个小兄弟出色，相当不错。这肯定进，给他。Sorry，
为什么直接跟他 sorry 啊？这都没过，炸飞了我感觉。吉祥都进了，我感觉郭敬明应该也进，但是他没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抱歉，很遗憾，他也跳得很好，但是动作有点架构不清楚。郭敬明是直接带定的，没有谁，就是对不起，直接就淘汰掉了。哪怕跟其他人、其他跳 hiphop 再 battle 一下，吉祥啊等等一些，对吧？那些都可以 battle 啊。你跟我说你赢过他四次，你赢过他几次，他拿过多少冠军，其实我不在意啊。有时候输是看评审的喜爱，这次评审是我。我还是要跟所有的选手说啊，我相信每一个选手可能身后都有很多的招牌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家里有很多的奖杯，甚至很多的冠军，但是我的毛巾就这么少，所以可能有会质疑为什么我觉得我跳得 OK， 但是你们却不给我们的工。越来越多了。